儿童节搞笑竞赛四月标股抢先看，来看第一题，来写字快手，请问西关银行是哪一间银行？喝完以后才能抢答，才会送标股哦。Ready go！ 啊，到底谁能喝完这些可养乐多呢？真的是谁呢？答案就是新光银行。你们答对了吗？欢迎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飞飞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哲哲，还有小哲哲，你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我不知道，检查一下。好，我大家好， yeah! 今天是儿童节，耶耶耶，搞笑竞赛，看我们就知道啦。四月标股抢先看哦！啊、哦，四月标股抢先看，告诉你、嗯，哎呀，今天你饰演是谁？我今天是小扣子哦，樱桃小丸子对哦，小扣子，小扣子如果老的话是变怎么样？老扣扣，哎，没有错，好不好？我们这个两代同堂，我们全部带过来了，好不好？哎，乖一点，知道吗？遮遮背着洋娃娃，不乖打你，跟你讲哦，打他，好不好？可怜哦，好不好？来来来，要乖要乖哦，好乖要听话，好不好？看到现在都不吵不闹，多好。我们请教三位比较吵比较闹了。我们今天告诉你四月标股抢先看，今天如果不好笑，随便你退粉啦，退钱啦，好不好？好不好？绝对好笑！我们今天在竞赛，一定好笑的哦！竞赛抢答，告诉你标股，好不好？我们先请教三位分析师来，欢迎何基鼎老师，何基鼎分析师，大家好，我是何基鼎居里老师。那今天是儿童节啊，先祝大家儿童节快乐，耶！耶！今天就要比赛，每次比赛都要找我来。上一次是因为要那个都比吃的，那这次希望不要有太多吃的，不然的话。啊，我看也是难的、哦。今天不好意思，就是比吃的。什么？儿童节要比吃的？儿童节不是要比那个吃多点才长大、啊？一二三木头人之类的啊？怎么会这样？三木头人，结果还是吃就对了，还吃哦。比赛谁吃木头人吃谁比较多？那看来我隔壁的有优势、嗯。看体重就知道了、啊，是看脸线就知道、啊。看嘴巴就知道，男儿嘴大吃四方。啊、哦，这是基鼎老师 GD。1788的 LINE、哦、小老鼠 GD 1788，不知道扫描一下好不好？好、哦，第二位来就是重量级还是超级重量级的林毓凯分析师冠军候选人来。大家好，虽然说我很会吃，但上一次我还是输了、欸、哦，因为其实因为有人比你会舔、欸，因为很会舔，对，那个灵动之舌太厉害了。好、欸哦，那这边也预祝大家这个清明节快乐。没有你忘记，你最后是你赢的、欸，哦，最后是我赢吗？啊，我记错了是吧？你记错，我一直记得右手前几回合的这个屈辱啊，后面你写很快啊，你忘记了？是哦，对，所以他的嘴巴动得快。结果最后是手指动得快才赢啊！哦，这次没有舌头关卡吧？还是有，还是有吗？对，不能透露，因为很多人想要知道毓凯老师到底怎么样吃的比较快，好不好？舔的比较快。毓凯老师的 LINE， 哎，小老鼠 win 16888，这是 QR code。这个 QR code 怎么扫？很简单，欸、我手机这样怎么扫、哦？拿那个、啊、相机直接扫也可以。对，那不是你就是叫小孩子打开影片嘛？嗯、你自己帮他扫一下，这样可以了，是不是就可以了嘛？互相一起扫，或者他帮他拍照，按暂停，叫人家帮你拍照，你再截图就好了。也要按赞哦。哦，嗯、对，而且按赞，不要跳跳去。我们先讲这个 QR code。哦，这毓凯老师的好不好？哦，记得哦，你可以叫人家拍照，然后你再扫一次，好不好？好，这是毓凯老师的。第三位哇，也是冠军候选人，最会吃，最会舔，这样好像很奇怪。最会舔，他都不敢要 Q 他。你应该要选，像介绍分析要选最会选标股的哈。是啊，最会舔很奇怪，好不好？最会舔标股。最会舔标股，听起来请他表演一下。最会舔标股的杨毓凯分析师，你好，是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先祝各位儿童节快乐。对，因为我刚听一听之后啊，隔壁的毓凯老师说。他最会上次说我最会舔，对不对、嗯？但是我反而羡慕他的手速，你知道吗？因为我上次怎么写，我都觉得说奇怪，为什么都写比他慢？真是莫名其妙。人家叔叔有练过的，哥哥有练过的，我是不知道他以前都怎么练习那个手速。强项不同，强项不同。对啊，强项不止哦。你不觉得把手速跟那个舔速变成在一起就超强？是，哎、欸，没有，大家，我觉得大家很奇怪，怪怪我记得之前还有粉丝说你看起来很老实，是啊，不要觉得他老实了，好不好？我听不下去了，好不好？不能这样讲，所以我今天一定要 shit， 好，今天我就在拿冠军的，所以我回去特别练习一下手速。
好，没问题。哦，已经有练过了。我说我练过了，我练 过了。好，今天就看我表演。那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好不好？希望这样子，好不好？希望不要到时候直接伤害，结果是手受伤害的，好不好？你看，我们是这样子。制作人还跟我讲说，哎，哲哲，我说这一集要不要剪腿嘛？他说不能剪，为了艺术要牺牲。哦，是不是？那其实我懒得剪啦，好不好？好，没事。好，我们来看儿童节搞一下竞赛。我们现在看今天竞赛什么？来，噔噔，今天福利社特别企划，而且大家都要搞笑哦。是是。参赛者呢，就可以按照每一关的游戏规则，可以来进行抢答、嗯。如果答对的人呢，哇，第一名你就可以选一档股票来介绍了。好。哦、第一名就可以选一档股票来介绍了，每一题都不一样嘛，每一题都不一样。然后我们选到两条线呢，就可以打。就恭喜你中标了，新冠肺炎中标了、哦、恭喜你怀孕了，怀孕了、哦，有一个妹妹弟弟了，哦、有妹妹的弟弟来，两条线完成两条线的人，就是最终的胜利者，最终胜利了，好不好？嗯、就是每一个搞笑竞赛抢答的就可以一个圈圈、两个圈圈、三个圈圈、五个圈圈、两条线就赢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样？赢的人怎么样？赢的话呢，就可以宣传你自己节目一次。对，宣传一次哦。有没有想要宣传？玉、嗯、环有没有想要宣传？有、哦，我今天就是要拿冠军的啊！好，拿冠军的好不好？啊、哦，纪老师，你好像没有赢过哎、欸。我这么多次，对啊。你不要乱说好不好？我有赢过，请看上面连结。没有啊，欸、没有连结啊，啊，没连结，没有赢过。有啦，有赢过吗？有啦，有一次跟那个是跟陈彦老师共享冠军。但是其实陈毅老师还是赢你的，人家用肠子把你赢你啊，哎呀、啊，那是没有仔细算清楚那钱到底是多少，我们算不完，好不好？对啊，那是你不愿意算，制作单位的问题，关我什么事啊？算完货就赢了、啊，好好好，趁胜追击，反正不要嘴硬啊。惩罚卡是什么？在家带蝴蝶结学猫唱歌，我是带蝴蝶结的，学猫唱歌，怎么学猫唱歌？就是有一首歌啊，喵喵喵。喵喵喵！好，够了，够够够！哎、欸，今天讲个笑话，今天还录影前跟我说，哎、欸，你知道我以前是合唱团的吗？你难道我是啊？欢乐合唱团吗？他说是合唱团的，我是合唱团。你唱歌根本就五音不全，算了，我们不要讲。负责和声的啦。好，负责和声的啦，我负责讲笑话笑的好不好？好，我们来看接下来。妖怪给谁？这是哪个美女？现在 Photoshop 真伟大，好不好？这没有用吗？来，妖怪给谁？而且重点是他们都不知道今天比赛比什么。对，没错。我们要用指定的工具，在30秒内吃完眼前的食物，你就可以讲解一档股票、哦。来来来，请上。今天是5个饮料，喝完才能抢答。是多喝完五杯，喝完五杯，看清楚，看清楚。来来来，一个100墨，五个就500墨了。喝完。才能抢答，要喝完哦。哎、欸，那抢答的呢？还是直接抢答的？来抢答，再来，马上来。难道要直接举手吗？马上来。啊？什么？一口气喝完。一口气喝完。你可以在，呜。我想说这样随便你，随便你，速度会比较快。随便你啊，抢、哦、答赶快拨他一下嘛。哎呀，来来，啊、哦，噔噔，按一下，按一下，不要到时候说没电的，不关我们事哦。有，没问题。好、哦。哎、欸，那电池要有时候要定时换一下，检查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 OK 的吗？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这一题哦、喔、很刺激啊！哦，还有题目哦、喔，当然啦、啊，我以为是喝完直接就赢了，怎么可能？哎、欸，你们是分析师不大胃王比赛哎、欸，认真一点好不好？哎、欸、呀、啊，喝完就可以答题。欸喝完打题是不用往下看题目，等一下在这边呐、啊，好不好？哎、哦，我以为是喝完马上就可以，不是喝完哦、喔，不是。然后我们刚才秀题目，秀题目说请抢答，你们才可以开始喝，喝完就可以抢。如果不会的话，就不用喝了哦。哎、欸，也没错啊。你看他跟我说抓到漏洞，谁会相信呢？太没有斗志了，一点赢家精神都没有，一点那个战斗的精神都没有，直接放弃呢？直接放弃了，这个连小学生都不行啦，都瞧不起你们，瞧起他吗？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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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子怎么可以这样？我是爷爷。哦，爷爷啊，爷爷你要加油啊！你要加油啊，爷爷爷爷爷爷你怎么了？爷爷要我小王子加油啊！是要加啊我卡马吉来啊，准备来看下一题的，来来来，题目是以下哪一家银行怎样？不是近期出事的银行 A B C S V B 银行 Silicon Valley Bank， 等一下先不要急喝。FRC 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 SUV 银行 Silicon Underground Bank 来画面给他们准备要按要按等一下喝完要按按哦按那个哦好准备等一下哦我喊我喊我觉得你很严重好我喊够才行哦准备
Let's go！ 加油加油！五平，你今天很猛呢。五平，我就是三平就好了，五平哦，一平的哦，不错哎，而金老师喝蛮快的，好快哦，变白了，脸也变白了，哇塞，快点快，而金老师快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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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人家看不到。隔壁的对手，快点快快，玉凯老师，你要时间看，哇塞，玉华追上了，玉华追上了，他真的是靠嘴力赢的哎，哇塞，快点画面，全画面，全画面，快点看谁，看谁。快点，快点，哎哎，到底是谁呢？准备了，哇，是谁？玉华啊，玉华，玉华先，玉华先。要给老师们掌声，外面给他们一下好不好？不用给我。先打。我闻到羊肉的味道了。差一点点。玉凯老师，你还有时间看人家，就不要看就好了嘛。我还是有在吸啊。我告诉你说不会停就算，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冠军候选人的，结果体力身材养那么久，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是为了这个而这样子养身材的话。对啊，结果玉凯老师居然答对，居然是玉凯老师哦，那两个几乎差不多，差不多一秒哎，还没有答对哦，好不好，还没有答，他不一定对哦，我们再看一次重播，请看 VCR。Let's go！ 加油加油！五平，你今天很猛呢。五平，我就是三平就好了，五平哦，一平的哦，不错哎，而金老师喝蛮快的，好快哦，变白了，脸也变白了，哇塞，快点快，而金老师快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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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人家看不到。隔壁的对手，快点快快，玉凯老师，你要时间看，哇塞，玉华追上了，玉华追上了，他真的是靠嘴力赢的哎，哇塞，快点画面，全画面，全画面，快点看谁，看谁。快点，快点，哎哎，到底是谁呢？准备了，哇，是谁？玉华啊，玉华，是玉华先，玉华先，很明显的就差那一秒，一点点，差一秒，嗯，玉凯老师，你有没有觉得难过？哎，命啊，命啊！你看那个红色的养乐多，粉红色全部都喝完了。金老师，其实你不会引招什么吗？为什么？你喝得很不干净，对啊，真的，你后面不干净，拿起来，拿起来，拿起来，不干净。他还没有喝完，一剩一点点，硬要说的话，不到，玉华没有干净，我给你们一秒钟时间，两个赶快想全部喝完，哇，我是干净的吧？你看这个也没有干净，你没干净啊，完全没干净，好不好？干净，干净，干净，我干净，干净吗？这个啊，是不是？你还是第一瓶还是不干净？第一瓶还是不干净？你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们没有给你胡扯。第一瓶还是不干净。好了好了好了，所以还是给玉华了。好了好了，玉华，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真的是用生命在这边过。谢谢大家，我们都没喝完就算了，你谁啊？骗我们把它全部喝光。我跟你讲，就是玉凯老师，不好意思啊，因为你本来就是不想冠军的。玉凯老师，不好意思，因为等一下有你的强项，所以不担心。好好好，是很公平的，好不好？先给玉凯吸一集，一开始就这么刺激的。对啊，怎么好不好？来，哎，你还不要急哦，还没有答题耶，还没有急的想要。还没有答对嘞，对，还没有答对耶，哪一个？哪一个答案 ？SUV， 确定吗？确定啊。好，所以不是出色银行。答对了，我一直忘记有这件事情，我以为喝完就赢了。好，那我们来推荐标股哦，四月份的标股。第一档我们来推荐南电好了，8046的南电。好，南电圈起来，圈起来。来，让我们把南电。好，那我们看一下南电哦，它是 ABF 载板三雄之一哦，那全球市占率哦，全球市占率有20%、哦，那主要是受惠于今年最近的 AI 的热潮，其实 HPC 的热潮，所以整个产业的成长趋势，就是整个高阶的一些那个 ABF 载板的需求持续的放大。嗯，那去年的 EPS 30块、哦，目前呢、啊、股价大概是270元左右，本益比不到10倍，过去的本益比区间、啊、平均大概15倍左右，好，所以换算下来大概有300-400块的实力，所以现在这个价格，那加上近期的投信啊。那个外资啊，都有持续在做买超，筹码非常稳定、哦、所以第一档股票啊，四月份的标股南电，先推荐给大家。嗯，好，8046南电。好，南电来推荐给大家，是第一个。的。第二个养乐多留下来还有用。好、哦，我们要第二题，我们来看一下，在题目出现之前，我们先告诉大家玩法。
把你们从其中的养乐多吸管拿出来，拿出来。因为接下来，来来，食物拿过来给我们看一下。来，食物就是。来，制作人给我们，来来来，不要担心，给我。哦，不是不是啊，下一题是布丁啊。哦，吸。吸管来吸，小朋友最喜欢吃养乐多布丁，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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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个，把吸管拿，这是我们要检查很清楚哦，黑色不行哦，黑色不行哦，来来，不用打开，不用打开，直接戳进去，来直接戳，那可以先戳，可以打开啦，可以打开啦哈，戳很难吸啦，我试过了，你试过了可以，我试过了，真的这么变态吗？真的可以，真的吸住，不要不要，可以，我都吸完，真的真的，而且可以放，可以吸，你不管你要这样就对，他很变态哦，他戳进去哦，啊戳不进怎么办？戳不进去我来戳啊，戳不进你来戳，来戳啊，快点，不要不要理他，不要，制作人说撕开来了，好好撕开来，不然那不公平，撕开来，好，撕开，我想直接吞啊，来来来，我们来看下一题，真的戳比较不行，要吸才行哦，要吸完哦。要吸完哦，那我可以先擦吗？哦，可以可以可以先擦，可以先擦。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先吸吗？不行，试吸不行啊，作弊，就题目留给别人了。不能先吸，不能试吸就对了，不能试吸，不能试吸，好不好？我只想试吸。好吧，因为现在只有三 C 电子，没有四 C 电子，好不好？好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不对？妹妹他们不乖，对不对？对呀。可是拿出来你的，我们都没作弊哦。哦，你要抢答才能吸哦，当场哦，吸完才能抢答哦。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题，来。ChatGPT OpenAI 最近发布了 ChatGPT 的升级版 ChatGPT 4多了哪一个功能 ？A 是什么？文学创作、数理推理还是图片输入呢？到底是哪一个？来来来来，我喊那个单字才行哦，你知道吗？哪个单字？上一题有讲过啊。够啊！够啊！开始哎！开始没有？快快够够够够够够！没有时间抱怨哎！现实残酷的。画面给他们，快点，快点！立凯给他看一下，你的手遮住了，不然人家不知道你有没有赢。哎，快点，搅搅，把搅碎比较好。搅搅，还是搅搅比较好哦。快点，立凯，直接吸也是一大坨。快点，快点，谁领先？谁领先？要搅一搅哦。经济老师，你可以认真一点吗？他直接看别人，快点。玉华很认真。哎，玉凯，玉华厉害耶！玉华在抱怨，还可以快领先呢。哎，快点，快。立凯，不要看人家好不好？用脚的，应该第二题已经饱了，饱了，应该已经饱了，喝不了那么多。立凯老师，不要装帅好不好？快点啦！装帅？你在这干嘛？吹什么啦？吹直笛哦。吹直笛。好，下次可以来比吹。我快笑死了！立凯老师真的很会吃哎，你们快点好不好？居然输他！立凯，我让你做第一名嘞！谁要按了？要吸干净哦，要吸干净哦，要吸干净哦！看我看。吸干净，我们看一下，这个吸干净，玉凯，玉凯，这个玉凯有干净。这个我跟你讲，你这个技不如人，真的。我已经让他够了，让他晚一点够了。是是是，我已经有让你作弊了，对不对？不得不讲，他真的很厉害，舌头也厉害，又很会吸，真的，他的嘴技很不错，对，口气真的是全方位，很会吸，真的啦。我刚刚吸到快喘不过气，真的。哎，一个又高，一个一身高一八几，一八五，有没有一八五？差不多185的，然后一个跑三铁的，一个每天都要吃大胃丸训练比赛，现在还在吸，你看、享受吃东西的快感的，我吸到嘴唇都破了，两个真的很认真哦，结果输了一个看起来瘦不拉几的杨玉华分析师，对啊，你每天都是吸什么？我暂时没办法讲话，那答案要让给别人，哎呦，那没有，要吗？要让给别人吗？我可以比啊，来，答案是 A 还是 B？没有比较，答案是 C 的。哦，答案是 C 吗？对啊，答对了。来，老师们都很认真。还在 C 呢。好了，玉华、玉凯，你看玉凯老师刚才多爱吃，就还输人家。玉凯老师等一下要吃东西，你知道吗？我这里还有。啊，不要，不要，对，没有，这个没有交代。那玉华要选哪一个呢？我怎么觉得你们两个是不同的世界？一个在认真解盘，那两个在只讲。好，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2454的联发科，哦，又有了一个中间的洞，跟上次一样。中洞哦，中洞。没有，你们这不了解这策略，好不好？对啊，我们叫一箭双雕的感觉。好好，我就把策略跟大家讲。好，那联发科有主要有高殖利率的题材哦。那去年金老师，你要吃到什么时候？我想说，到底要怎么样吸比较快？我刚没有先搅，我发现他要先搅啦。
哦，如果说观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想要回家细细看的时候，记得要先嚼一下，这个不然真的吸不下去啊！你就看我的画面就知道，我刚就这样做啊。好，所以你刚刚就直接看我的画面。你们还比如何吸布丁？你们比他快两秒哎、欸。对啊，好，来来，老师，好，联发科，联发科哦，去年的 EPS 哦，74.59，那殖利率目前以现在股价殖利率大概有10%以上。那重点是它就是 IC 设计的龙头，目前本益比大概才10倍左右，是偏低的、哦，在历史也是相当低人的位置。它过去平均本益比大概是20倍，我、哦、大概是20倍、嗯。那加上它的筹码面啊，包含外资啊、投信啊，都有持续在做买超，然后法人的那个筹码大户的持股，400张以上大户持股啊，高达78.3%，所以筹码有稳定，技术面也不错，然后加上整个基本面的状况也非常良好，所以这张股票4月份也有机会做发动，然后推荐给大家。好，推荐大家好不好？哦，这跟大家讲，所以这是玉华老师两个了，两个的刘中栋，恭喜了！你看我们这次想得很清楚，因为我怕他们没有体力，我们秀出来这个联发科为什么要怎么样？看一下，哦。联发科为什么这不错？殖利题材也不错。对，哦，会不会等一下玉华全部都要吃完？筹码面基本面。玉华要撑住我，我们那个我们没有准备医护人员，好不好？哦、我们来看下一个小朋友。来来，下一题我跟你讲，这一题肯定就是玉华的赢家了。来，上一次玉华用舔的舔的很干净的，因为上次实在收视率太好了，要准备要舔什么 Oreo？ 哦，以后制作人可能要给我们准备一个来，给我一个来哈、哦、Oreo 用舔的。好不好？我们要不要跟他 PK 一下？我们也要吗？对，我还是您就好了。不是不是，我们身为主持人，我们要帮你试毒一下，看这个有没有毒。当然是没毒啊。不是我先舔一下。好，我们先吃一下，好因为肚子饿了。好，看他们吃这样子。好，来来，我们拿一个。哦，用舔的，你舔一下就好了，好不好？我吃一下，好不好？我也可以吃一下。用舔的，这样舔，把它舔干净，把它舔干净。把它舔到变没有白色了。把它舔白了，舔到都没有了，你看一下，像我这边另外一块舔的没有了，好不好？所以两片都要、欸，所以它拿起来两片都要舔干净，两、嗯、片都要舔干净，把它舔干净，然后舔干净才行啊，两片都要舔干净哦。不小心吃进去，好不好？我们要吃进去，我们主持人就好处就是吃进去、嗯。我吃掉了，啊、好好喝哦、喔，好吃哦、喔，Oreo、嗯、泡泡牛奶转一转，不用舔的感觉真好，嗯，好不好？那我们小心，玉华，你现在还有胃口吗？我没有，我现在就是等一下就是全力攻啊，先让我喘一下，你知道吗？好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是，啊，我跟你讲，等一下如果秒数算错了，或者说你乱先抢答，你要先退两秒啊，退三秒，惩罚三秒。嗯，好、哦，惩罚三秒，我怕到时候你们惩罚三秒。那个吗？这算不算？这个已经差不多已经白了，没有，这个可以再把它用更白一点，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可以先开就对。哎，可以先开没关系。可以先打开。先开，好，再白。要黑的，要黑的，要黑的。玉华算是黑的很清楚，很干净。可以配水吗？可以啊，可以。我可以顺便送你 iPad 好不好？哦、啊 ，iPad， 爱配水，爱配温开水，爱配温开水，好不好？哦，这跟大家讲，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下一题呢？来来，等一下，等一下啊！哦，哪一档不是游戏股？大禹之 ，Oh my God！星象，哎、欸，听起来好像都很像，對啊、为什么？哎、欸，像哦，哎、欸，答不出来。玉华说，哎、oh. 欸，哎、欸，这题玉华答不出来哦，哎、欸，你们先想一下，哎、欸，我觉得你们先吃再说， yeah. 好不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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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有真的做游戏的意思吗？反正就哪一档不是游戏股，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再问我了，哎、欸，我们不能再讲了，因为大家表情都很奇怪。我告诉你，先吃再说。来，同样的那个字眼出现的时候，好不好？就可以吃了。来，掀开来，两只手。拿出来给他们看，我们没有作弊，童叟无欺，都要舔干净。哦，你那边再舔那个，这个再舔干净一点点，玉静老师。好，那所以这个单字出现了就可以了、哦。来来，给他们画面，来听我声音 ，Let's， 夹，哎夹，停三秒，三秒。哦，我就说嘛，是要够才行啊。哎呀，哎哎，画面够了，够。欸、没有，已经三秒了，他们已经开始了，赶快开始，开始，开始！哇塞，又哈又哈，哎、欸，你不要把它舔破啊！哎、欸、哎、欸，你怎么用的啊？破、欸、了不行吧？哎、欸，凯耶、欸、玉凯老师，玉老师用生命燃烧生命，我们直接全画面就好了，哦。哎、欸、哎、欸，你回去是有训练，你回去有训练对不对？你不要骗我。回去偷练习哦！吓死我了！你有心机耶？有啊！你发誓你回去是有训练？我发誓我没有训练。不可能！怎么可能？
好干净哦。哎、欸，他石头很干净。哎呀，没办法。没有，他这已经算干净了，可以的。他很干净了，算干净了。哎、欸，金老师，你现在在干嘛的？你现在在干嘛？陪榜了是吧？他在陪的。陪榜的。有为、欸，不要那么我有为、欸。好不好？好，来，老师答案什么？答案什么呢？那这一题真的有难度。嗯。我猜是。那给我吧。B。第二也是我啊。B 是不是 ？B。玉老师，你觉得是 B 吗？我跟你抢答。我觉得是 B。你觉得是 B 啊、哦？因为把 A 跟 C 扣掉。没错，答案就是 B。耶、yeah, ！Oh my god！ My goodness！、嗯、哦，那个 Oh my god 是那个电子支付啦，哈，电商务公司啦，好不好？第三方支付，好不好？嗯、来，玉老师，来，来来来，雄狮啊，嗯，怎么样？雄狮不错啊，不错啊。怎么怎么样？想要吃饼干？挑衅是吧？小虎咖啡也很不错啊。好，那我们知道说，从去年第三季开始呢，其实观光类股非常的强势。那其实为什么讲说这个整个旅行社的股票是我认为它算是最委屈的股票？你不要这样子，不要只吃一个石头，乱了方寸。对啊，对，因为其实，在餐饮类股跟饭店类股，其实去年到现在都已经涨了一大波的。那的确有旅行社还没有明显的表现。那我们看到疫情之前呢，大概2015到2019，它平均每年的获利都有到4.65元哦，其实都是一家体质非常好的公司。可是到疫情期间，从2020开始连续大亏3年，去年甚至亏了8块多。啊，换句话讲说，它有这样子的衰退。那可是现在是后疫情时代嘛，所以说它有这样子回归到正轨的一个空间。哦，所以说亏转盈这个题材只要存在的话，哦，那我相信说股价后续也会有爆发力。而且它一二月呢已经开始有起色了，因为一二月的营收各自都有将近600%或将近400%这样一个年成长率，所以我觉得后市非常看好。后市很看好啊，哦，不错，可以吃的，可以吃。我们等一下接下来有个非常残酷的东西，你们会受不了。好，等一下我们会再准备下一个食物，这个食物你们已经喝了嘛，对不对？很饱，对不对？然后吃什么？还有什么？还有吃布丁嘛，又更饱。对，然后像甜的嘛，嗯，哦，被你们甜点嘛。等一下帮甜点完以后，我问你甜点哪种甜点？甜点一种是饼干嘛？另外一种什么？蛋糕，哦，另外一种是蛋糕，冰淇淋嘛，没有错。来，这个冰淇淋打开来，等一下打开，等一下全部撕开。哎、欸，先不要撕，很冰，等一下含撕下来一起吃，还是要撕开？撕下啊，撕啊，撕的撕。我还以为你要说够才能撕、欸。好，撕，盘子给他们。啊，够了没？还没够。要盘子吗？还没够，还没停过。我们制作人赶快来，盘子给他们。大不大？很硬吧？很冰吧？这什么的冰淇淋？铜锣烧冰淇淋吗？对对对，把它吃完，跟 Oreo 有点像啦，够硬吧？有甜点，拿出来，我们没有作弊的，全部吃完才行。还有你手放下来，不要用你手的温度去融化它，请放下来，请放下来，要吃完哦，嘴巴要没有哦。我还作弊吗？他没有，根本就没有作弊。你作弊也赢不了啊！对啊，作弊也赢不了啊！我们看下一题的，有没有敏感性牙齿？吃完哦，有没有敏感性牙齿的？左边嘛，你用右边吃吧，好不好？右边吃好不好？好，好哦。来来来，下一个。下列哪一家？姚贵给谁的？给谁的？下列哪一家公司不属于宏基集团？宏基集团的 A, 智联服务。B 宏达电。C 建基。A 来。是要够才可以拿。不然呢？就是一定要讲够才行吃啊。已经够了啊。哦。哎、欸，你们就是被骗三次哎、欸。一凯变聪明了，一凯是很拼哎、欸，一凯看起来就是敏感性牙齿，非常痛苦，非常痛苦。谁叫你不刷牙？玉华老师看起来有没有敏感性牙齿？季老师在想思考，为什么当分析师要这么辛苦、这么痛苦呢？玉华老师发现他胃受不了了，哇！玉凯他吃完。很冰啊，铜锣烧冰淇淋，我感觉好冷哦、喔，我起鸡皮疙瘩，怎么办呢？哎、欸，赶快，加油，撑住 ，hold 住，哦，好冷哦，哦，好冷哦。老师在发抖，哎、欸，看一下，还发抖哎、欸，那个还发抖，玉华老师也发抖，玉华老师这个拼命的，哈、啊，这次冠军给他也可以啦。玉凯老师，你可以拼命吗？你可以跟，这好痛哦，牙齿好痛，好痛，头痛啊，额头开始胀了。好辛苦哦，辛苦了，真的很冰，它是冰窖里面拿出来的。玉华老师，嘴巴张开。有啦有啦。哎、欸，你们给他们看你们的差距，多硬啊！吃那么久还那么硬。对啊，给他们横看的，横看成你侧成峰，真的很硬啊，横的，就是像鸡屌上来。对啊，五宝就顶哎。玉华老师，所以答案是什么？是智联服务吗？没有了。答案是 B 啊，啊，宏达电。
哎呦，你讲话可以讲清楚一点吗 ？B， 很冰的，啊，很冰的，很冰啊！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就不知道该怎么，不知道怎么形容。不是头太痛了，玉凯老师、啊，你看你这么享受吃，你现在在吃？没有，我觉得是这种东西，明明慢慢吃是很好吃，是很享受的。哎、嗯，可是吃到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东西。金老师，你左边蛀牙是不是？有点冰，有点冰哦。玉凯老师什么想法？吃完嘞？还是好吃啊，还是好吃、啊，是很好吃啊！这我真的很喜欢吃，我很喜欢吃虫哎，只是现在真的买不到。我感觉他们喜欢虫，好像很痛苦一样。对啊，来玉老师，来答对了。宏基集团那个宏达店不属于宏基集团，是的。来，你要抢答哪一题？哪一个呢？对呀、啊，你要吗？我想说，我考虑我这一口要吐出来还是要吞下去？如果还要吃的话，我就吐出来。应该没有，应该没有，应该真的吗？顶多一题而已。那如果吞下去的话，等一下吐不下，怪你喽。好了，答应你没了，答应你没有了，好不好？好，应该没有。好，来，好，接下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嘉登，3680的嘉登、那它主要就是做半导体一些设备跟服务的零件制造，那主要就是光照盒这一些。然后二月份的营收表现不错，4.27亿，月增36%哦，年成长53.9%哦，表现非常非常的棒。那最主要它就是做 EUV 光照盒嘛，是爱斯摩尔的合作厂商，也是台积电的供应链，所以相关的一些基本面非常非常的扎实。那加上整个筹码面也不错，投信近期哦，整个三月份买了非常多，而且三月份股价已经创9个月的高了。你去看现金，不要觉得它高哦。这种股票在基本面那么强力的支撑下，公司其实在法说已经有说过，今年营收渴望呈现月月高的走势哦。所以接下来四月份我还是蛮看好3680的嘉登。好，嘉登还不错，就股价创新高嘛，好不好？是谢老师、玉婉老师的这个嘉登，好不好？今天好像问题已经结束了嘛，我们要比下一个单元，好。来进行下一个单元喽，比手画脚，我对你们现在比较公平的吧？是不是？你们刚才抱怨很多，现在我让 Coco 比啊，好，好不好？我负责比。好，华爱猫整个放弃状态，唱起儿歌来了。你不要这样想，我等一下会带着奶嘴，然后比动作，你们猜答案，好不好？赢家就可以拥有这个奶嘴了，好不好？好。人家可以拥有这个奶嘴，这惩罚吗？哎、欸，那么好、欸，哎、欸，为什么换主持人像待遇差那么多？我为什么就是当丑角，你们觉得难过？还好啦，还好啊，人生可以接受。很多少人可以当丑角？哎、欸，你这样讲不错，我觉得你思考蛮正面的，好不好？比手画脚，限时30秒，你遮住了，丑角遮住了哈。比手戴上奶嘴，比手画脚，限时30秒，若猜到答案即可抢答，好不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啊、哦，老师要猜一下啊、哦。要写名字哦，好，那个写，哎，不是写，直接打，你们直接打就好，随时抢答，好不好？啊、哦，随时抢答，好不好？来来来，让他比哦，来了，画面给他，来这一题，第一个这个，啊、哦，两个字，两个字，第一个字，大大波波花椒，数花瓣，你爱我。两个字哎、欸，两个字，为什么用你爱我吃？哎、欸，你也信哎、欸？两个字，吃货。花椒，花瓣。股票的名字啦，怎么会有花瓣？股票的名字，你刚刚在跟他爱我，他不爱我。对啊。他爱我。香蕉。花。有哪一张股票？香蕉。椒。啊，我看不下去了啦！这题名就很简单，就这样子。第一个，我们讲，黄子，猪，口，塞拳头，猪啊啊，盘，好，大饼，哎、欸，这很明显吧？啊，哦，想到了，不然就这个，抓。哎、欸，他是猜这个没错吧？哎、欸，趁机整主持人也还不错嘞、欸啊，还是吗？快！我两个字不是吗？完全没有任何头绪啊，不是吗？没有名字哎、欸，好了，水果名字啦，水果，对啊，橘子，啊是啊，对啊，哎、欸，赶快，赶快，橘子，橘子，要动事情，为什么要逼我呢？欸这好笑，我没有，没有，竟然是比怪，你干嘛讲答案呢？放虫，圆圆的，你想干嘛？你讲鱼哦，竟然是好快哦，哎、欸，手速很快、欸，是不是？
有些时候还是要用脑经营的嘛，不要只靠嘴巴，欸、不要靠吃的嘛。你那个按键那么紧，女人干什么？是不是？我多轻松啊！又答题要答对，有那么难吗？是不是？需要吃那么多呢，还要舔那么多吗？答案是什么？刚刚不是讲完了吗？答案什么？确定啊？你要答案要按出来才按了以后要抢答。请看 B 四啊。答案什么啦？答案什么？没关系，再讲一次吧。他们听不清。橘子不是吗？橘子没错，答对啦。哎，猪不是含橘子吗？啊，对呀、啊，猪子不是含橘子吗？这么明显。而且你有声音，我两个都没声音。因为你有这股票吗？对嘛？橘猪应该含橘子吧？是不是？对啊，好好。你如果表演一个北斗爆菊拳，可能我们猜得出来。刚刚有比，我刚刚有比，刚刚不这样吗？爆菊拳，对对对，对对刚刚就有比。下次要不要我教啊？不要这样嘛。是是是，哎，他不是哦，凡事比你是，你下去。好了，我来下。没有没有，好了，好了。刚刚很多股票大家都讲过，我讲个微影好了啦。微影就是因为最近 AI 那个 ChatGPT 爆红嘛。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玩 ChatGPT 的时候，它还是一个网络伺服器的一个服务。所以，既然 ChatGPT 会这么红的话，那相关的伺服器的厂商都会受惠。那台湾来讲，做伺服器最久、营收基本面最好的就是微影。那它也是伟创集团旗下专门做伺服器的厂商。那它现在 GPU 的那个 CPU 啊，它已经就是整个占伺服器的那个。老师，你可以讲话可以有气有力一点吗？太累了。没有，我觉得有点饱。我觉得有点上升，是不是？你感觉没有感情，你知道吗？我们主要分析师。我觉得有点饱。我觉得我终于能答对一题。我本以为我没有办法答到半题。而且这题是杨玉华老师送给你的。啊，这是叫做靠智商，这跟智商有关系？太奇怪了，跟智商没有关系，是他受不了了。我们懂得见缝插针嘛，你这样讲，对不对？这样讲我接受。好，那总之微影它营收是非常好，那股价刚突破1000，那我觉得只要在1000块之上，多头格局都没有改变，大家可以持续留意这档股票。好了，第二题很简单啦，第二题画面可以转播给我们快点，好不好 ？OK， 这么简单你还不行，我没办法，可以啊，好不好？嗯，好，几个字，来。两个字，第一个字，推，磨，哎、欸，第二字磨大，推大，你拜托你第一个字都乱比一通，你到底行不行？哎、欸，同音好不好？我之前给他看过答案嘞，同音啊，不是这样子，哎、欸欸，什么？见大，你看第一个字来，第一个字我来就可以了，来第一个字我来准备，来第一个字啊、哦。不一样，不一样，拖拉，锯，哎，赶快抢答，你差点没有，来不及了，所以什么？锯大锯，对啊，赶快的，哦，差了一秒钟，可以吧？这就是锯啊，对啊，是玉华吗？不是，是你，是我，是你，差了一秒钟，哦，玉华，你赶快。对啊，哎，来，不好意思啦，来，那我们今天来讲个冒戏好啦，我打个冒戏啦。金老师现在很沉默，啊，你为什么不手办的呢？好，那这个 ChatGPT 哦，当然，不，再讲。ChatGPT 不要，我要讲。哎呦，上升了，你知道吗？吃太多，我怕造假。好，来了，我们看一下冒戏啊，它受惠于最近这个 IGBT 的一个缺货效应哦，而且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在43块形成一个有效支撑，而且它跟这个汉联呢，他们算是同执行的，就是说它是属于这个 IGBT 的这个代工。可是呢，我们如果说以去年的数据来做比较的话，其实茂系的这个 EPS 跟毛利率都远远高于汉联，但是其实两档股票哦，一个是40几块，一个是90几块哦，茂系还比较低，所以两档股票是有机会做一个这个价格的这个拉近，所以我认为说茂系后续是有机会往上做一个收敛的。茂系看起来不错哦。冒喜冒喜冒喜啊！哦，我们看一下，好，今天怎么好像超录了，怎么办？我们赶快快速一点，好不好？好不好？我们赶快，好不好？哦，真的好笑！来，玉华老师，你现在剩几个？我们来看一下，剩两个，两个吧，两个，好不好？这是，欸，他说差一点点，玉华老师差一点点，
这个啦，好， okay、这个算几个啊？他意思是叫我们要让了，时间快到了，懂不懂？不会不会不会，我快马加鞭一下也是可以得冠军，算两个啦，好不好？好，来算两个啦，四个算两个啦，嗯，听懂听懂，四个算两个，嗯嗯嗯，哦，两个字哦，两个字，第一个字，哇，美，丑吧，哎，然后呢，哎，干谁？玉华是不是？就差那一秒，变太快了，美食，哇，美食什么？就美食两个字、啊，四个变两个、啊，后面两个什么？美食工业，美食工业，美食 KY 啊！哎、哦，欸、还有这种事情？为什么？我们没有有一档股票叫美食啊，做生技股的、啊。是啊，美食 KY 啊，美食 KY 啊，不是？难道你没有听过董娘卖股票吗？哦，哈、欸，他都抢人家趁人之危，是不是？抢人家也是要需要技巧的嘛。好的，我已经给他一个美食，美食，我最近忍住，我就根本就不讲，不讲，我不讲。好啦，还是讲一下，是不是？我已经给他多两三秒了，还在那边美食工业，是不是？哎、欸，有没有？有没有？他要讲美食工业吧？对对对，有吧？有美食工业这张股票吗？公平啦，公平啦，没关系。玉华老师，你没关系，他能臭屁没多久了，好不好？捡便宜也是一种能力。对啊，也是免费能力啊。强啊，我又完全比不过，是不是？客家人就厉害。哎，你这种族是赞哦。哎，他讲话蛮有意思，他讲话蛮厉害的哦，很会捡人家的哦。哇，我这个很，这个很高级哦，吼，这个高级，高级的地势哦，来。我们在外面，其实每次被人家请客都要打包，我们也是很累的、啊，是不是？每次都这样，打包也是需要一个些勇气嘛。对啊，是不是？我们都是不想浪费食物，地球资源有限啊，是，大家要节省一点，好不好？我很多客家人朋友，不要每次都吃不完，然后在那边乱点乱点乱点，富邦煤啦，没错，好不好？好富邦煤很多客家朋友，对啊，来，哈嘎乡，哈嘎乡亲呐。好啦，那富邦煤的话，因为现在就是那个政府要发6000块了嘛，那发6000块，大家要用在哪？那6000块说多吗？其实也真的蛮少，我觉得大概在网络上买买东西是差不多的。而且在疫情过后啊，其实大家也蛮习惯在网络上买东西的。那富邦煤大家都知道，它就是某某嘛。那我认为这一次发6000块，它是最受惠的一家公司。那股价呢，刚突破900块。那突破900块呢，我认为它只要没有跌破900块，我认为它就是很快就成为下一档的千金股，所以我觉得富邦煤大家要持续留意。好，恭喜你啊，好不好？今天大家录得好开心哦，富邦煤好不好？好，希望那个赶快选到你心目中的标股。季老师有没有开心？玉凯老师现在啊，马上手上，我好感动啊，好感动哦。玉凯老师你现在两题嘛，是不是？三题嘛？三题了，三题了。那玉凯老师有两题。两题。接下来写字快手。三位来宾要先写下答案，写完这些答案要才按铃抢答，告诉我们你答案是什么，好不好？哎、欸，三位来，这样怎么看？公不公平？嗯，公平公平公平哦。对，这个很惨吧？啊、哦，这个要写了，好不好？要写了啊、哦，这个有这个第一题够你们写了，我们来看一下，准备来，来哦，来宾干扰彼此。第一题哦，我说这次不是够，我说请抢答，请抢答可以写了，好，好不好？请抢答可以写哦，来来准备第一题。那个瑞士信贷被瑞银收购，原来发行的 ATY 债券被减计归零，引发轩然大波。请问 ATY 债券 ATY 债券的中文全名是？请抢答。中文全名。其实问我这一题，我也会想一下。如果你们够厉害，你们写是英文也没关系啦。真假的？英文算你们对啦。哎呦！等一下，没关系。他不一定对，没错。嘿，来，额外一级怎么样？资本债。答案是答对了，没错吧？这个人答对吧？对不对？他少写一个券。哈哈哈哈哈！没有啦，债够了啦，还券呢？就只有债嘛，没有券。不是说你被那表情给我看，那制作人说啊，真的吗？他是制作人，我写错了吗？还是我？这不题目他出来吗？我记得他答对啦。你可以制作，你不要玩我吗？对啊。哎，不，他你看他表情对不对？没有。到底是不是答案呐、啊？制作人认真一点好不好？我们录很久了，来，答对了。恭喜啊，答对第一题了。
什么答对第一题？就是靠自己实力答对。乱讲！我印象中是这样。这好笑，这好笑，这好笑，这简直好笑笑话。这是客家精神。答对第一题了。客家精神好吗？就是永不放弃，好不好？竟然选这个。周星驰答对第一题了。哦，去年呢、啊、一样啊。ChatGPT 的相关概念股，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工智慧它需要学习，学习背后嘛，对不对？对，学习背后一定要有庞大的资料库。那除了资料库之外呢，大家想看那个资料库一定要够大，而且要够快。那我认为这一块呢，那个 Netflix 是最适合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盘面上其实记忆体相关类股族群都表现蛮强的，像宜鼎啊，它也是一个记忆体类股族群。所以我觉得在 ChatGPT 带动之下，记忆体类股族群会浴火凤凰。好，所以呢，我觉得群联来讲，又是记忆体类股来讲呢，它 Netflix 是一个领头羊，所以我觉得群联大家可以去就是持续的留意啊，因为它的营收已经落底了，记忆体库存也去化了差不多了。那股价部分呢，它突破360之后呢，就持续在370附近震荡，所以只要没有跌破360，那它都是一个多头格局，大家不用太担心。好，大家不用太大担心，好不好？来，写字快手，我们接下来看啊，请抢答才行哦，你们赶快猜一下吧，金鼎老师。嘿嘿嘿，赶快擦一下，免得忘记擦。想让他们一下嘛。玉凯老师，你今天是最佳动作奖。是是是。可是男主角离你很远。男主角在这嘛。啊，跟你赢再说。捡便宜男主角。玉凯老师，其实你一开始可以一路屌打的，一路赢的，结果一直给人家送分题，送分题，都忘记按，然后忘记告诉人家答案，你会觉得难过。不会啊，这大爱嘛。大爱哦。好了，今天儿童节嘛，大家开心一点。希望你心中没有阻碍啊，让各位儿童开心一点呐。我们来看一下啊、喔，这个要写全名哦、喔，要写全名哦、喔，嗯，还要写代号哦、喔，嗯，来，代号，对对对，哦，哪一档来高人气 ETF 受益人数高达93万哦、喔，嗯，可是因为受金融股的风暴，遭外资是外资狂卖哦、喔，是外资卖的，请显出代号及完整的名称，完整名称，请，没关系，你可以偷看别的啊，旁边人的、啊、哦，请抢答，你写的快就好了，哪一档的？快！欸、你还是，你还真的是光明正大的看你、欸。我抄他的，我又赢不了他。哦，原来如此。你可以先抢呐、啊，然后、哦、哎，哎呦，来吧，请念呐、啊，来念起来啊，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高股息什么、啊？后面有几个字啊？几个英文啊？赶快讲。那也算，有这种事情，有这种事情。00878国泰永续高股息 ETF。哇！耶耶，没错，答对了。我觉得好像我没有帮他一样。好了好了，你们俩各一题啦。各一题啦。主持人故意搞我。各一题啦。欸、他看着我答案写、欸，他看着我。太多经验了，那不然再找玉卡老师，要不要送他一题啊？要不要送他？送一人一题啊！我觉得一人一题公平啊，一人一题公平，一人一题公平啊！好像没有关金鼎老师的事哈。哎，老师，一人一题嘛，我们两个一人一题。金老师连作弊都不会作弊，不是他，果然是客家人。我妈妈跟我讲说要诚实。正直分析师，诚实分析师。我们没有，不是说可以抄啦啊！来来，玉卡老师来，我先吗？好，对，先，因为毕竟你是最标准。哎，是，好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个雷虎好了。哦哟，雷虎。来，雷虎应该算大家蛮关心的一档股票。好，雷虎呢，在上个礼拜一度有这个打到跌停，可是我们来看一下啊、喔，它其实在2月22号有出现一个最大量，那大量再创新高的话，表示说是一个换手成功嘛。那它3月7号开始做一个分盘交易，如果说换手成功的话，其实正常来讲分盘交易量能又会缩减嘛。所以说，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外资这个主力是还没有走的。而且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喔，这个其实在每等一下吗？哦，我觉得你那个手不要动，你那个手看起来很恶心。哦不是上面的手，是下面的手。下面的手看起来假的啊，好恐怖、喔，不觉得吗？对不对？真的吗？哦、真的哦，是好。然后呢，而且我们可以留意到，其实每当雷虎创新高的过程当中都有外资的一个买超哦，所以说在里面呢也琢磨不少。这档股票呢，我认为后续应该还有行情可以做表态的。玉华老师，您快速，哦、没有关系，反正等一下要决胜负的，决胜负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4919的新唐、哦、那主要是做 NCU 相关的概念，那产品主要是用在车用啊，跟一些远光控制的管理晶片。那它的400张大户那个筹码也是非常稳定的、哦，持股75.1%哦，筹码也稳定。然后过去的、啊，它现在本益比大概去年赚一个股本10块多，那本益比目前大概10倍左右，它过去的平均本益比大概15倍，所以后续还有一定的空间。
哦，有这个就是后续还有一定的空间，有上涨的空间啊。那推荐给大家。好，谢谢大家，好不好？哦，这都不错，他们都好认真哦。嗯、下一题，我跟你讲，这一题、拿出来，拿出来、我们要把它全部的那个拿出来哦。这个板子吗？这个板子拿出来，来来来，都只差两题或一题嘛，对不对？对。我们下一题刚好我们题目不够了哦，时间也差不多了哦，打字人员辛苦，所以我们下一题要决胜负，只要答对送大家两题。不错吧？好不好？哦，好不好？这刚刚好，所以决胜创造唯一一个三条线的人。对 对, 對，你可以三条线。对对对，不错不错不错，希望不是这个三条线哦。哦，好不好？好，我们儿童节搞笑竞赛到现在要结束了，最后一题告诉你就是虾人比我长啊，谁、比我长、啊？谁能比我们长？拿来看一下。噔噔，30秒内将马吉搓成一直线，断掉不行哦。不行，断掉。断掉，你除非你可以连起来，可是你要这样垂哦。对，哦，这样垂的哦。手可以拿。好，长度越长者获胜。赢家可以讲解，不是一档，是两档。结束，来看一下马吉，你们手动马吉来看一下。所以要把它变成一条线，对不对？对，变一条线。两、哦，这有三片，是要三片都变成一条线。你有办法，你可以把它搓在一起啊。同一条线。这条线，所以要把它粘在一起，对不对？是的，对对。然后看谁最长。已经带出他手扒鸡了，嘿。看谁最长。一定要带吗？对，不带也行啊，不带也行啊，不带行啊，我感觉比较好、啊。哎、欸，客家人不是客家马吉最厉害吗？对啊，老师你不要乱碰哦。有没有？哎、欸，不能先碰，不能先碰，不能先碰。是带比较好，放下放下。对，客家人马吉怎么说啊？对啊，起爬，对对对，起爬。老师赶快带吧。哎、欸，要带吗？要带要带，我们等一下10秒后要开始比了。是带比较好，我觉得带比较好。你觉得吗？好，你不要带啊。哦，好，他用客家精神嘛，说不要带。客家精神啊，好不好？好不好？你可以感受他的余温嘛。所以今天老师用客家人告诉你，马吉客家马吉他不带的。嗯，有些人喜欢带，有些人不喜欢带啊。空手就是客家人不喜欢带，赤手用比较好、啊。客家人连这个都要省啊。咦、欸，到底？我很好奇到底，难怪其实那个生育率比较好一点。是是是。扯远了，对不起啊，我开玩笑。好来。啊、哦，老师啊、哦，这个客家人，我们哎、欸，客家朋友们，你们不要生气，我很多客家朋友，好不好？集体跟我们关系很好的，好来，30秒内将马吉搓成一直线，长度越长者获胜、嗯，就可以告诉你心目中最好的标股了。所以今天没有没其他题目了，不需要了，不需要了。时间的关系、欸，你们是有被虐待狂是不是啊？看来边讲哦，好冰哦，哎、欸，这节目好硬哦，就矮到哎、欸、哎。欸啊！结果现在不需要喝得好饱哦、欸，喝得好饱哦，然后好饱要一直在吃，嗯、还是慢吃。我们玉凯就是享受，而且冰淇淋很好吃，好不好？一副就是要赢的感觉。嗯、只要因为你两个都差一题或差两题嘛，只要答对就得两题的，就是获谁获胜的，等于这一题谁赢了就是今天的 winner 赢家。耶、yeah ！来，我们等一下说，请开始的时候还没，请开始的时候有没有够？啊，要讲清楚要不要够，就请开始就可以了。哦，好好，所以已经讲了。又来了！你们在玩几次、啊？你这个要玩几次了、啊？很、欸、奇怪嘞！哎、欸，你们这个的，可能加油，加油，要踩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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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凯，你可不能做 boss 啊！你在干嘛、啊？三块都可以一起捏，三块都可以一起捏。有没有认真赢啊，一凯？有有有，我是很认真的。要捏起来哦！你不要粘着，弟弟，你不要这样粘着起来，但不行，然后掉下去啦。要吊起来，要吊起来，要吊起来，要悬空，要吊起来，要悬空哦，超难的。对啊，你们没有吊起来不行哦，会断哦，小技巧就是下面不能太重。对啊，下面那个就不能动哦。哎呀，我们要帮你用哦。哎，30秒啦，你们死我制作人。时间到，时间到。等一下，等一下，干嘛？10秒，10、9、8、7、6、5、4、3、2。一点停、欸，一凯，你看起来很短呢。最长的真的是，等一下，真的，等一下，会动啊！等一下，金老师有长，哎、欸，他越来越长了。金老师有长，来都不要动，就是你剩下那一段来。不是啊，他都已经，金老师的最长，刚刚你那个，哎，讲太慢了啦，哎、欸。欸他会自己断、啊，他会自己断、啊。你不要拉了，你不要拉了。应凯老师的最长了、啊，哎、欸，跌掉了。我给你们最后一次，再给你们3秒钟，我只要维持3秒就够了，好不好？给你们最后5秒钟，好不好？5秒钟很公平吧？来哦，那你们要维持3秒就好了、哦。然后53秒就停，就停，就3秒就动。5、4、3、2、1，停！不能说了。哎、欸，手放下来。应凯有没有作弊？一，玉凯作弊。1秒钟，2秒钟，3，
一凯的，那个掉下来了。哎，我就撑最久哦。一凯的，哎，一凯怎么办？他是撑的很难认定。对啊，不是因为你，谁叫你刚才作弊，那个手撑住了。哎呀、啊，我有，你看越长。哎、欸，这个好好厉害哦，你的也太厉害了。来给你，这比持久度。对啊。上次你赢嘛，对不对？上次我赢啊。对啦，下次是给他赢。没事，怎么没事？很正常。不然玉凯，这个你再用一下三秒钟，看可不可以比他长，可以就可以了。好，这个长度我记起来了，很长很长。玉凯，我给你三秒钟，这样你看。会越来越难。主持人，这个来，你知道这个很恐怖吗？快点快，三秒钟，一、二，还是很短的、啊、玉凯，拉长一点好不好？来，这样的，好不错哦。他的还是比你强啊，合并了。对啊，他还是比你强啊，玉凯，你再拉短没有用，还是很短。好了，好，人家撑住三秒了。好，这输了 OK 的吧？输了心服口服吧？嗯，好不好？来，玉凯老师来。两张股票。玉凯老师，今天你最长啊，气也长，马吉也长，客家人硬不是不戴套，叫你戴套不戴套。这跟戴套没有关系吧？但是还是要戴套、欸，还是要戴套，对不对？因为很黏，对不、啊、对？对啊。关键是，我很公平吧？我给你两次机会了，对对 对, 對啊，好不好？这个输了心服口服，来，好。好，那就是最后一档了，创意。来，343的创意哦、喔，一样哦、喔，搭上最近夯最夯的 ChatGPT 的概念跟 AI 的概念哦、喔，然后加上了它还有一个富爸爸的加持，它是台积电的子公司。陆老师，你可以不要变魔术感觉好不好？你可以专心一点好不好？不是，我在听他讲话、啊。哦，那今年啊，预估啊，整个 EPS 啊，去年赚大概27块多，今年预估有机会赚3个股本以上。对。然后那个法说会的时候，那个总经理已经说了，今年营收一样呈现啊双位数的成长，加上近期的筹码面也蛮漂亮的。哦，所以343上的创意啊，近那个3月份基本上股价都在整理完之后，4月份是有机会喷出的。玉老师，你可以认真一点吗？玉老师。我难道你不知道大雄最厉害的绝招是什么吗、啊？是什么？哦、我知道翻花神呐、啊！就是那个橡皮筋啊，对，橡皮筋翻花神。他正在啊，还有啊，海底捞、啊，是你这样吃，哎、欸，你现在就变很长了，要不用看看？对啊，再用看看，再给你吃，来看一下多长。哦，哎、欸，这蛮惨的、欸。对啊，哎、欸，断掉了。哎、好不好？所以恭喜先玉华老师了，好不好？谢谢大家。玉华老师之前我们要介绍之前，我们现在惩罚吧，来。两位惩罚来怎么样？惩罚就是要戴蝴蝶结学猫叫。我戴蝴蝶结了啊，不是学猫叫，学猫唱。我先来唱一下。唱什么歌？来，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 喵，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嗯、啊、这哪什么惩罚、啊？这是惩罚、啊。那可爱一点吗？那可爱一点。来来来，两位来宾，要准备唱歌，要唱四句啦，好不好？好，好不好？三二，要学猫叫哦。不然要重来哦。喵，来喵是。喵。轮流来，还一起来，一起来。一起来啦，三二一。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没有学猫的感觉。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感觉不一样，这种这么开心的歌。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好了，来开心就好了。先惩罚，给他喝苦茶比较实在啦，那么苦好不好？来，玉凯老师来哦，玉凯老师恭喜你赢家，免费宣传节目一次，好不好？哦，来来，杨玉凯老师叫什么？股市御前术、欸。那我需要拿这一支，好不好？杨玉华分析师，好，好不好？那大家可以上这个，这是我的节目 YouTube 的频道，你可以在我 YouTube 啊搜寻杨玉华分析师。那每周一到每周五，预计在5点半会上线哦。那也可以加入我这个 Line at 小老鼠 Rich 948、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那可以直接和我对话哦。好、这是我的频道，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哦。真的，你们觉得我们大家节目很精彩，寓教于乐，好不好？这有开心，然后又可以大家吃得饱。喝得饱，又玩得很开心。那个美国有巴菲特，我们这里有食物 buffet， 好不好？可以吃到饱，都选标股，好不好？四月标股抢先看，这儿童节大家有开心吗？你看老师都吃到哦，这个敏感性牙齿都发作了哦，刚才讲话都口齿不清的。如果觉得我们精彩的话，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按赞加留言。每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上线。135是解盘影片，24是教学影片，最爱是好，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 呜。
局大利多，好不好？哦，这个很重要啊！财神爷我都亲自降临了，是不是？玉凯老师唱歌，然后歌神等级。游戏买这套，交易之前要考虑仔细。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五加二月一周放高股，抢先报，开始抢答。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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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疯狂故事福利社提前告诉你，最最高杀最低，先有改掉这坏毛病。疯狂故事福利社，买的财富 free free。谢谢光临疯狂股市福利社，让你的财富 free free free。